and living easy. Fish are jumping and the cotton is high. Oh, your daddy rich and your mama good looking. So hush, little baby, don't you cry.就大概哦，搭起来就很好听了，正好是这个属于巴萨诺瓦那个节奏。也顺便讲一下，就是所谓蓝调钢琴，对不对？蓝调是蓝调啊，蓝调钢琴的时候是这个，只要加了蓝调钢琴，就意义不一样。这蓝调钢琴是指专门钢琴的呢，也就是蓝调钢琴专门就是他这个左手啊，比如说他的特殊，因为他左手一直 stubborn， 就是 solid， 一直固定的循环这样的，只有钢琴
所以才叫蓝调钢 blues piano。 那单独如果不加个 piano 的话就是 blues， 它就是很广，它什么都可以就对了，不是指定那个钢琴。可是蓝调钢琴 blues piano 就是指定，就是钢琴在用的，所以钢琴这就是固定的这样的，就是没有贝斯手就对了，没有贝斯手，所以钢琴就比较累。钢琴你就像这个还好弹，没有这些以前我都教的，这个就比较固定的这样，它就比较，所以它变变慢慢慢慢的，就等于说是慢慢那个四维就对了，因为太辛苦了。贝斯啊，左手一直固定的弹，不管你弹什么拍子，对不对？它就固定在那边的，而且效果也不见得好。而且你就算你对了，有些人他就苦练了，练得很熟，就一个人你一个人弹起来好像很不错呢。那个因为很满嘛，左手又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可是玩到后来你尤其是他们这些这个玩蓝调钢琴的这些，他也指定的固定弹他的曲子，像这些很熟的歌呢，他就简单讲，就好比说我再比个例子，就好比古典钢琴一样的，古典钢琴蓝调钢琴就好比古典钢琴一样，就左手啊它是固定的东西这样的，你变成要练，懂不懂？像古典钢琴，你等于说要练了、啊。你练完之后，当然是那首曲子你特别厉害就对了。什么什么什么那个，反正你不是常常看到那些人左手啊、右手啊，这个两手配的密密麻麻的，那个都要练的。古典钢演奏曲那些东西，那很辛苦啊，练了半死。然后练完一首就一首而已嘛，就那首歌你很厉害，剩下你要玩一般的曲子，你就没办法，你就是，所以说未来越来越四维的这样子。好吧，我们举个例子，就刚用这个好了，就是你看左手像我这样弹的，那我如果贝斯左手再弹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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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对不对？那更何况如果再即兴，那太难了，那花好多时间练的，而且练那是死的呢，因为你右手一弹，左手就配了半配不上去了，太辛苦了。好，那以这首歌来讲，那这个像这个巴萨诺瓦，你看我的左手就可以这样很固定的弹下去。主要是好右手这样子。Summertime，and living easy，fish jumping，and the cotton is high，oh your daddy rich。And your mama good looking, so hush little baby, don't you cry.
现在解释一下，就大概哦，